白话佛法，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好，今天呢，继续跟大家讲白话佛法。大家知道佛的法身啊，在人间是无处不在的啊，到处都有佛的法身啊。你任何一个人啊，只要心中拥有佛法，能够说出佛法，行为上拥有佛法，你就突破了时间的隔阂，你就会懂得佛在心中。所以我们经常说的佛法无处不在，所以在你生活当中，行住坐卧当中，佛法处处都在帮助着你，影响着你。所以法音流传，经常说佛的这个佛言佛语，会让你懂得啊，心中常留法音。因为法音不会因为时光而流逝啊，我们年轻的时候学的佛法了，到了年纪大了，我们还是心中拥有着佛法。所以从佛法当中化出真如和道音啊，就是佛道的声音。所以有的人心中有佛，一开口他讲出来的话就像法音啊，永远在他的心中流淌。所以人只有无上的愿力，才能有佛法的愿力在心中，让你去慈悲众生，去帮助别人。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能帮助别人，能慈悲众生？因为他法音不断的，他佛法在他心中不断，就像原来一样。所以叫如来佛啊，如来如去，如来佛，如来如不来呀、所以就是原来存在于你心中的佛性，就是原来拥有的。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懂得把相应法放在心中，把自己内心的佛性化为人间生命的真谛，去理解它，去了解佛法真正存在的真谛，去应用它，去在人间用佛法的真谛能够理解一切相不可得，幻中修真。所以为什么说幻中呢？因为很多人一生啊，就像做梦一样，今天在这里，明天在那里，梦中可能在年轻的时候，现在一照镜子已经老了，整个的人生就像做梦，就像幻境一样。就像我们想起了年轻小时候的事情，现在就犹如我们在做梦。所以当你哪一天要走了，你这个梦这个幻也就结束了。所以在自己这种幻觉当中生活，我们不能完全的脱离。所以只有在幻中修真，幻中成道。所以师父希望大家永远要把佛性放在心中啊，要懂得人的修心要有一种助力，就是帮助你成功的动力，那是一种真实的力量啊。
什么动力？因为我们懂得了精进，因为我们懂得了忍辱心，懂得了佛的真谛，就是让我们懂得这个世界一切苦空无常，所以我们会对这个世界的过去不会有产生另外一种痛苦的感应。所以每一个人的过去都是很痛苦的，要能够接受它、理解它、消除它、解脱它，所以要用真实的判断来感应你自己在人间所有的这种感受。实际上用什么方法来感受和感应它，能够离苦得乐呢？就是智慧两个字。所以一个能够有智慧的人，他能用平常心看世界，他一切懂得都是无常的，这个世界一切拥有也会失去，所以平常心看世界，心能安止啊，你的心才能安定，才能制止自己无谓的那种思索，让自己沉浸在过去那种幻觉幻想当中，被他迷惑，来让自己内心产生更多的痛苦。所以师父要你们懂得修心修法，就是体悟人生，离幻得真啊，就是要你们懂得我们的心，要懂得理解别人的心，懂得自身的心，感应别人的心，懂得开悟自心，不要被人间的一些景象所迷惑。你看看我们现在的人，拼命的命都不要追求名利啊，本末倒置般的生活，把假的人生看成了真的，让我们迷失，让我们流落在痛苦的世界。所以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离世觅菩提，恰如求兔角啊。这就是佛法最重要的，让我们离苦得乐，让我们超脱日常生活中烦恼的一个妙法。要时时刻刻提得起观照的法语啊，要悟性觉了，要懂得有悟性，世间法与出世间法是一不是二，就是告诉我们在这个世间，或者你要修离开这个世间后的一个方法。实际上是一不是二，就是一法炉啊，就是只有这么一个方法，叫一法炉一切法炉啊，都是一样的，出世间与世间是一如不二。你想离开这个世间之后的修行，和你正在这个世间在世修行，实际上就是一样的方法在修，你才能证得烦恼与菩提啊，不二，就是是一种。所以有的时候人的烦恼会给你带来菩提，有的时候不要说我要寻找菩提，所以我离开了烦恼，是因为有烦恼才让你找到菩提，所以它是一法炉，就如生死与涅槃不二一样。所以我们做人，生和死、涅槃其实都是一个了，生了要死了，死了之后又会重生，
其实就是你的灵魂再投胎造成了你的再重生。所以涅槃不二，也就是当你开悟了，你又会失悟，你慢慢的失悟了又开悟了，你的人生就是这么不停的在失悟和在开悟当中。所以修行和现实生活，我们学佛的人要学会把它结合起来。我们今天生活并不只是生活，生活就是在修行。所以要明白修行在生活当中，生活就是你的修行。师父举个简单例子，每一天战胜自己的懒惰，早一点起来念经，早一点起来烧香，这都是你的精进，就是你的生活。当你在努力的付出的时候，佛法在你的心中，当你心中的慈悲在广布之时，你法法是心啊。所以层层是道，法法是心。红尘滚滚，你可以在滚滚红尘当中找到离世间觉的道。你每一个法门都是你的心所为啊，所以万法唯心造。所以随缘修行，那是一种智慧；随机参禅证悟，那是一种随缘呐。所以很多人说我要一世修成，最好有一个特殊的环境，不要接触外层。你说现在哪有谁不接触外层的？只有靠自己的心的坚定，心如金刚，法法是心啊。师父已经跟你们讲了，在人间的烦恼当中修出你的禅定，在滚滚红尘当中，你不能离开现实生活而去寻道觅法，要找一个能够解脱的法门。法门就是在你的烦恼当中来帮你解决的，你没有烦恼你就找不到解决的方法，所以反而会离道更远，离佛道更远。这就是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呀。你如果没有世间，你一定找不到世间的觉悟。所以离世觅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所以师父告诉大家，兔子有角吗？所以佛法就在你的烦恼之中。所以佛法是离不开你在世间烦恼当中的觉悟。你觉悟到世间，知道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如幻如化，今天有明天没有，今天的存在不代表你永远的存在，所以要在世间你才能感觉到它的无常啊。所以师父跟大家讲，如果你关在家里一辈子，你能知道这个世界无常吗？你只有在这个世间，你知道今天拥有了，明天被人家搅掉了。今天这件事情是你的，最后不是你的了。你今天赚来的财，过几天被人家偷走了，抢走了，没有了。一切都是无常，从世间当中学会怎么样感受到你在世间的烦恼。这就是一种超脱世间的觉悟，所以你觉悟到世间的如幻如化，你就慢慢的觉悟到这个世间和觉悟那是不能分开的。没有世间，你哪来的觉悟？没有常，你懂得什么叫无常？师父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从来没有吃过盐，
你怎么知道这叫甜？你哪儿去找菩提呢？所以要知道，整个的佛法就是告知我们，菩提和烦恼其实是一样，没有两样，啊，一样没两样。千万不要离开了自己的烦恼去求菩提。学佛之人如果没有办法将佛法落实到我们正常的人的生活当中，你不能从自己的身口意三业之中去感受到我嘴巴又讲错了，我的意念又想错了，我的行为又做错了。你如果不知道反省，你不知道自己要改变，那么你就得不到觉悟和超越。这就是菩萨告诉我们的，不能离世间觉的。所以很多人一辈子觉得自己已经念经修心已经到了超然了，我已经解脱了，我的境界不是跟人家一样了，实际上他是进入了另外一个虚妄的空间。那种虚妄的空幻空间实际上让你进入了另外一个功高我慢的阶段。所以我们对佛法的追求不能虚幻，要在生活当中找到佛法的智慧。所以修佛学佛修心，很多人认为找个清净的地方，远离这个世间的红尘才可以修，或者自己关在禅房里长期的闭关，或者给我出家了我就保证修得好，其实他不知道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就是你在学佛的过程当中，你只要在红尘当中，任何的时候都是锻炼你能够增长智慧，去除贪嗔痴，然后拥有佛法的妙法在心中的一个很好的机缘。所以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。如果你今天说我只是把自己关起来这么修行，你就等于将现实生活和你修行的生活完全把它分成两部分。所以法法是心啊。所以师父跟你们说，诚诚实道，真正学佛修心的人不会这么固执，不会这么执着，我一定要什么环境下，我一定要怎么样，我才能修好心。真正修行的人叫随缘修心，随机参禅证悟。这就是我们很多的菩萨到人间来，行也禅，坐亦禅，与目动静体安然。就是你今天的语言出来一动一静，你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非常的自然。所以为什么自然那是很高级的一种境界？为什么我们现在吃东西都要吃那种natural 的自然的东西为什么？因为自然才是道，因为自然了它才能滋养出你内心的一种正觉。所以行住坐卧乃至你吃饭穿衣乃至你工作，或者在农村你种地砍柴，哪怕你是游山玩水，无不是参禅悟道。所以为什么很多的著名的诗人他在游山玩水当中他能写出很多的
好诗啊，就是因为它的自然。所以离开现实生活而去寻道觅法，反而离道更远。道在心中啊，就像很多人说，我要去找个老师，我要找一个好的老师，我这辈子才能修得好。你最好的老师就是你内心的觉悟，就是你内心本性佛呀。你为什么拿着金饭碗去要饭呢？所以一切修行不能离开世间，离开世间的修行，你永远不可能有成就。